上次有调来问我这个原料配方，沙茶酱、甜面酱，然后一点点酱油，然后一点点盐，这样而已啊，没什么配方。然后喜欢吃辣就加辣，然后什么配方？跟钓鱼一样，你会钓就有鱼啊。烤肉也是这样，你会烤就好吃啊。你喊个水当当，跟外口咧卖同款水当当，还是有食欲啊，够吃。这个用木头烤出来的，都比在那个餐厅里面用那电烤炉，电烤炉设定时间而已，你这个还要顾，那这个烤才是功夫啊。像我今天捡的那个木头就特别有烟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嘛，反正每一种木头都不一样，有时候捡到块木啊，烤起来都特别香。今天有一点时间哦，就来钓鱼。这个整个沙都被凹下去了，你有看不？它本来是平的，有无？结果现在变凹一条高。奇怪，这水有放那么大吗？放到这边都冲掉了，这边是算内陆了，虹桥底下算内陆了。还有办法放水放到分开哦？奇怪啊，今天都没有人。哇，那里好多蝴蝶哦，先看一下，都在那里喝水。这个水可能有很好喝的程度，所以他们才在这边喝。哇，那只凤蝶好大啊！我凤蝶好大只哦，好多种哦，三四种哎，啊，直接先下去。这个好消息就是这边变浅了，地沟桃，这边变浅了，然后地沟桃好多、哦，那地沟桃还是香鱼，地沟桃。哎，完了！哎呀，我的木头，也到大腿了呢，变浅了。今天水量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是到大腿。哎呦，捡一点木头都把它弄湿了。因为我上个月才来，一个月没来，我知道那个水坝可能会把之前我的木头都冲走，所以今天 Q 查来。现在十点多吧，天气还不错。这一段很难过哦，没事你们不要过来。而且你看，刚过来水坝就放水了，这个就是放水啊，不过水痕和那个没有中间没有水渍，哇，这个都揪起来啊。所以现在在放水啊，现在十点多水坝在放水，所以你们不了解哦，来这边很危险。你会走不回去啊，像我们刚刚已经过两次溪了，那万一山上宜兰下大雨的话，这边会放很大，而且你在这里听不到，这边还可以听得到，我们要走到那边去听不到，因为这里有住宅，所以它是有广播器，这边听得到，但是你走进去之后啊，伊内底拢无人住，所以伊无看见，伊都广播你这内底听无，所以我不建议你们来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多次啊，这片水还没有接起来过，这是唯一的一次啊。你看这水清诶，有无？啊，迄石头拢灰色的，表示这原本有陆地，伊这水一直接起来，所以伊搁咧放啊，搁咧放。这底下好多小鱼哦。看有没有规定呢？这个
我也搞不清楚它为什么那么多水，很久没下雨了。他把锥池已经放到满起来，锥池本来都陆地是吧？那我等一下烤肉那一池一定更大。哦啊，果然呢、啊，我之前的木头都冲走了，我忘记啊，我的公家，因为它中间有放一次水，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沿路捡，不然今天就难搞了，跟你讲。这样就够了啦，以后用完的木头要丢在那里比较高，它不会被冲走。反正这边没有人来啊，这个青猫都在去困，因为今天水有灌进来了，所以这边鱼的活性很高啊。哦，开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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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生就是吃吃吃，我这鸡腿有水哦，娘喂，一只加落去啊，我都无客气啊，啊娘喂，哦，为什么常吃鸡腿呢？一只五十块。就个短啊，个好香，哦，好刺激，这是鸡油，我这样子用骨头这样画，很好烤，嗯，拢有熟啊。嗯嗯，还蛮吃到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两是1.5斤，1.5斤，嗯，1.5斤是几吧？900克，900克，900克。几百块啊你？嗯，我好像酱，这肉烤好就是这样，它会一直流汁出来，所以烤肉一定要趁热吃。嗯，烤鸡也是，它会一直流汁水，所以烤肉啊，如果你忍了再吃的话。肉都会乾乾的，因为那吃不用就老去了。一点一来西边就捡木头准备烤肉，到现在12点，还有一个小时，12点开吃，所以人家可以吃到1点半，1点半再来掉，看水坝放水放的怎么样？嗯，哎呀，你看，有时哈，没有血水，都没有血水，要沾点热汁。真的是两公，两只一只50块，两只100块，100块可以吃到你撑的。如果你会烤的话，100块就会吃到撑，而且很漂亮。嗯。上次有钓友问我这个腌料配方，嗯，
沙茶酱、甜面酱，然后一点点酱油，然后一点点盐，这样而已啊，没什么配方。然后喜欢吃辣就加辣，然后什么配方？跟钓鱼一样，你会钓就有鱼啊。烤肉也是这样，你会烤就好吃啊。含个水当当，跟外口咧卖同款水当当，还是有食欲的，够吃。这个用木头烤出来的，都比在那个餐厅里面用的电烤炉，电烤炉设定时间而已，你这个还要顾，用这个烤才是功夫啊。像我今天捡的那个木头就特别有烟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嘛，反正每一种木头都不一样。有时候捡到块木啊，烤起来都特别香，那种木头的香味。然后有时候有烟的那种木头，它就有烟熏的味道。假装茶我赶快比啊，鱼越来越多了。青蛙过来了，有一只青蛙，有人有点远，可能看不清楚。有些人说啊，想要跟我一起钓鱼啊，其实我很多钓鱼时间我都是临时决定的，我看天气临时决定。像我今天本来也没有要钓鱼，然后觉得天气还可以，本来是报好像报30度吧，结果今天也没有，然后来也不是要来这里，结果发现水比较大，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可能比较不适合，所以临时又到这边了。所以我钓鱼就是比较会改来改去啊，所以我也没什么爱跟别人用。像我一个人，哎呀，那边是不过鱼，吉利鱼。像我一个人在那边，那都没人，都没有人。我一个人在这边拍，然后我自言自语啊，就没有不会觉得很尴尬。如果旁边有三四个钓友啊，我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，那边讲话，他会以为我在跟他讲话，然后久而久之，他会变成我讲话他都不理我，因为他会以为我在拍影片。所以人呢，所以我改接人较自在啊，我自己一个人啊拍影片比较自在吼。鱼越来越多了，青猫红猫都过来了。所以啊，除了爬山我会揪，比较有可能会揪之外，其他我不会啊。它现在看起来是在放水啊，还没有消退的迹象，等一下吃饱休息一下吧。